公共列车长呢，110年2月3号被放弹的龙呢，8:56从8:16:05经由烟线高速林的140半电头，要这里们就是鞠躬号。在龙门关闭城门准备驶离，来不及了。火车开，鞠躬号在瑞丰站驶离。又是那天我家折叠门，就是鞠躬号605鞠躬号在瑞丰站驶离。拜拜。能够自己就能拜拜。